我家里还好吗？是谁杀死了我的丈夫？余生入狱何足畏，且看中天日隐隐。你的无私，你爸爸给我们讲干革命什么都不要怕，他入党的时候都曾经说过，我是白把金我交给党了，最后牺牲的时候是站起来牺牲的。你的无畏，你说我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他知道了，两个人是必然的要牺牲，牺牲就牺牲。你的无悔，革命是艰难取得的，不是可以垂手可得就可以成功。失败告黄土，成功即长生。让我们铭记你们的牺牲和奉献，把他们爱党爱国的这种精神能够发扬下去。永远记住你，我们永远记住你，永远记住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红颜英烈》系列故事。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亚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灵魂颂这首饱含深情的颂诗，是为渣滓洞里受人崇敬的江姐而作。写下这首诗歌的作者，同样也是把《牢底坐穿》这首歌曲的词作者。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把《牢底坐穿》这首歌，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的战斗乐章，它激励着几代人前赴后继，英勇向前，并为无数后代深沉缅怀，永远传唱。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即将解放前3天，这首歌的词作者英勇就义于渣滓洞监狱，牺牲时年仅31岁。这位烈士的名字叫何雪松。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意把这牢底坐穿。何雪松的这首词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他与曲作者周特生之间是如何相识的？他们为什么要在狱中进行这样的创作？在创作和传唱的过程当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何雪松的女儿，如今已经81岁的何丹妮老人，请她来为我们揭开这首歌曲背后关于父亲的故事。来，我们掌声欢迎。谢谢。我们今天要讲一下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最初知道的它是一首诗。把牢底坐穿这首诗，我是在1950年悼念烈士大会上我就知道了，但是当时刊登的那个烈士求歌里面没有附那个曲子。我知道有这首曲子的时候是在90年以后，我见到了当年谱曲的周特生叔叔，还有当年知道这首诗的一些前辈，所以那个时候我对这首诗印象非常的深刻，对我的教育也非常的大，也激励着我，激励着孩子们不断的前进。1947年，何雪松因组织武装起义被捕，进入渣滓洞。他在狱中词曲一起交给了何雪松，就这样，把《牢底坐穿》这首歌，很快在渣滓洞里传唱开了。
激昂豪迈的歌声把敌人震惊了。其实创作的时间很短很短很短，但是很快就传唱开来。何雪松当年进渣滓洞的时候好像年纪很小啊，对，二十几岁。特别是其中那一句说坐牢有什么稀罕，这种内心的这种勇敢啊，我们未必现在有些年轻人听了之后能够感受到出来。那么何雪松烈士在入狱之前又经历过哪些革命的洗礼，我们来看到一张照片。那中间那是您吗？对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在这张照片当中，您母亲您父亲还包括您自己，这个穿着都还比较讲究。是的，就家境还不错。当时我父亲和母亲是参加那个三厅的抗日演剧队啊，我母亲是个演员。嗯，我父亲当时呢是在三厅下属的一个电影队放映队工作，所以呢当时在三厅都是搞的宣传工作，当然穿着打扮还有点不一样吧。穿着很有文艺气息。是的，是的啊，就现在的话来说，很洋气。是，是的啊，是这样。这张照片的背后有一段题词啊，我来念一下：坚持我们昔日的意志，为正义真理而斗争。这是1944年春天在桂时的小影。嗯，中立者。是你不曾见面的女儿丹妮，其修存念林英丹妮赠1945-63。对，我们三个人在桂林照了以后，嗯，后来就寄给那个欧阳其修，他是寄给他的。哦，欧阳其修是三厅电影放队一队队长。哦，我父亲是二队队长。嗯，他们是同乡同学，又是结拜兄弟，是一起参加到武汉三厅工作的。所以后来武汉沦陷了以后，那么三厅解散了，我父亲呢后来到了桂林，我们就在桂林先拍了一张照片，后来再寄给欧阳其修的。这是一段饱含信念的题词啊。嗯，那这位年轻的父亲是怎样一步步的成为一名受人敬重的革命斗士？后来我们以后呢就转到了抗建堂对面的房子里面住，那是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接到了地下党的通知转回重庆，那么欧阳其修就把我们安排在抗建堂对面的2层房子里面住，我就在那个地方生长到我父亲被捕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已经6、7岁了，我父亲呢很爱我们，经常给我讲很多的故事，比方说大灰狼啊，啊这个三打白骨精，那个时候我都知道有这个故事。嗯，有一天我的父亲给我买来一个。您父亲被捕时候的场景您还记得吗？我记得，我历历在目。当时我们住在抗建堂，那天我记得是1947年的9月9日傍晚，几天没有回家的父亲那天是匆匆忙忙的回来了，我看见他的手腕上搭着他的外衣，满头是汗，他看见我们呢不像以往这样给我们打招呼，他没有，他就一直走进房子里把门关上，不一会儿就看见几个便衣特务拿着手枪进我们的院子里面以后敲了一下门，一定要把孩子抚养大，那几个特务把父亲推上吉普车，吉普车呼的一下就开走。这是最后一面吗？这就是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你记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您7岁？7岁。我们对于7岁时的一些生活场景大概其实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您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很清楚。那父亲被捕之后，你们一家三口，就是你弟弟还妈妈的生活来源怎么办？父亲被捕以后我们的生活来源就中断了。嗯，
因为母亲没有工作，当时我父亲被捕了以后，我的母亲突然就没有奶了，小弟弟没有奶吃，焦虑的，就请了一个奶妈，结果奶妈在我们家也没有多长时间，因为当时有很多特务监视我们，很恐怖的，那个时候那个奶妈也不敢待在我们家，就走了。不久就来了一个好像乡下人打扮的，跟我母亲年龄相仿的这么一个女的，实际上呢她就是倪雪松派来的她的妻子，也是革命工作者，她当时是重庆北碚区千善公寓的职员，是我们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她的妻子叫袁小玉，就以袁小玉就到我们家来帮助我们，袁娘娘她就以奶妈的身份在我们家住下来帮助我们，每天奶妈都要提着个菜篮子到去买菜，一方面做她的联络工作，同时呢也带回一些钱来接济我们的生活。奶妈在我们家我感到很快乐，妈妈也感到得到了欣慰，其实是组织上在关心你。对，组织上在关心我们。结果这个时候呢，特务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奶妈身上。我们家住的那个院子，每天早上都有一些卖早餐的，包子啊、馒头啊、小面啊，还有一些什么棒棒糕啊。其中有一个糕点叫做运豆糕，就是卖糕的这个人挑着一担，每天来卖，他就叫芸豆糕啊，芸豆糕。芸豆糕啊，芸豆糕。那我们这娃娃呢马上拿着碟子碗呢就出去，结果有一天这个卖糕的来卖的时候，他这么叫的，芸豆糕哎，芸豆糕，芸豆糕啊，芸豆糕。结果这奶妈就马上下来把钱付了，收回他找补的钱，等到进到房子里面，他马上打开这个钱。后来奶妈就像往常一样挎着篮子去买菜，但是他再也没有回来。那卖芸豆糕的其实也是联络员。对，这是后来我见了奶妈的时候奶妈跟我讲的，就通知他赶紧转移。这张照片是奶妈，左边这个、这边是我。我见到他的后来是85年，我回重庆见到他，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辞而别，我们以后都不知道你到哪去。他就跟我讲了，他接到这个信号以后，他只有离开，他不能跟我们讲他离开了。那他离开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困难，满脸的络腮胡子，那个头发乱得像那个鸡窝，又像那个蜘蛛网。我就跟他说，我自己都没有吃的了，我哪有东西给你啊，你到别处去乞讨吧。这个时候我妈妈听见了就走出来，还有这个叫花子又马上的把这个竹筒一直递到我母亲的身边，但是她没有说一句话，两个眼睛定定的看着我的母亲，毕竟是穷苦人呢、我母亲就说，真的我们没有东西吃了，这样吧，天气很冷，我给一点热开水给你，你再到别处去乞讨吧。我母亲就接过了这个竹筒，但是她闻到这个竹筒里面啊，好像有个酸臭味儿，一看里面就是些烂菜梗。我母亲就说，我给你洗一洗，就拿着这个竹筒把那个脏东西往那个门角这个撮箕里面一倒。开始我母亲一愣，从那个竹筒倒出来的夹着一卷钞票，马上我母亲明白了是地下的。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叔叔，不知道他是健在还是牺牲了，我永远怀念他。无论是这个叔叔还是那个奶妈，这种默默的这种关心，不能够公之于众的这种关心，这种深沉的爱啊，
是您到如今还把这件事情记得这么清楚的。还有地下党为了防止意外，从那次以后就分别把我和我的母亲弟弟接到他们家中。我今天在 这个叔叔大娘家里面住上几天，明天可能又转移到另外一个叔叔大娘家里面住上十天半月，一直到重庆差不多解放，我才和我的母亲弟弟团聚。这一段共产党人之间的团结关爱，那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对对对，听说当时组织上还准备营救您父亲。是的。是吧？我父亲被捕以后呢，我的母亲就告诉了欧阳齐修，就从上海派了一个地下党员到重庆，还拿了一些金条。当时他们营救呢四个人，其中之一是我父亲，但是后来的答复就是说我父亲的案子是武装斗争，这个送到上面不可能放，什么工作都不能做这样子，所以我父亲呢就没有办法，做了很多工作都没有办法释放出来。在称之为人间魔窟的渣滓洞监狱啊，这个何雪松烈士和众多的狱友每天都经历着严刑的拷打和这种管制，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啊，没有停止斗争，而是以笔为武器，成立了铁窗诗社，创作了众多的革命诗篇。我们今天来读一读何雪松的遗作的节选。迎接上日，离重庆解放就剩三天，就这三天一过，他们就恢复了自由。他们还想着在解放之后为国家做出哪些事情，但就这三天，人在舍身救别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救之前在考虑百分比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在考虑。31岁，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怎么理解何雪松烈士的这种精神。我对何雪松烈士印象最深的他的一种精神，就是对生命的热爱。他即便已经在牢狱之中，但他还是用一首歌，用一首诗来赞美生命，生机勃发地度过每一天，没有任何的萎靡不振、自暴自弃，绝对没有。